左手漂亮，右手传，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面，我又来了。吃麻麻香，身体棒，秘制顶配毛血旺，鲍鱼大小往里放，这可不是麻辣烫，吃完心情倍儿舒畅。开干，准备一堆食材：豆芽、油麦菜、黄喉毛肚、油里脊、鸭血、黄鳝、大虾、午餐肉。重点来了，鲍鱼15只。这堆食材花了260块钱，配置不算低噻。毛血旺对这个配菜要求不高哈，能屈能伸，能高能低都可以哈。先洗一盘菜，先把鲍鱼收拾了。这个鲍鱼比我上次买的还要小哈，这次买的8块钱个，就只有那么大。朋友们，你们那儿这种鲍鱼卖好钱个？再清洗下鲍肉，把鸭子取出来，虾子去虾线，鲍鱼该花的。方便入味哈，又好看。今天我阿公把牙齿换了，搞个硬菜，鲍鱼来试下牙齿的硬度哈。干，硬。把配菜给下刀，手撕毛肚，把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鸭血切成薄薄的厚片子，午餐肉切片。牛肉放盐，把淀粉、料酒腌制一下，左手搅拌均匀。炒料有葱姜蒜、香米椒、花椒、火锅料。淋油三件套：葱蒜、干海椒。阿哥，点火，要点水干。行了，你别那么喷了，你习惯就好了哟。烧油，把蔬菜炒断身，放盐巴，捞出垫底。撸成油碗下肉包，放入炒料，把火锅料炒化，放点海椒面上色，炒香以后加入清水，烧开以后，黄鳝、黄喉、午餐肉、鲍鱼、大虾，先下锅，鸭血、毛肚一点后放哈，看这个鲍鱼煮起好漂亮，煮4分钟以后放入牛肉。牛肉下锅20秒后，放入鸭血、毛肚。毛肚下锅后30秒就可以了，起锅，加入原汤，放入干海椒、蒜末、小葱，九成油温，浇油，麻辣香香的鲍鱼毛血旺就煮好了。点赞就拜托各位了，么么哒！来哟，阿公还整哦，要得很干。来哟，鲍鱼，试下你的假牙硬还是鲍鱼硬哈？换了牙子比我牙子还白，别人生的啊，年轻的10岁，很高的有味道没得？慢慢搞，还没适应，要段时间适应。看看。会牙血吗？啊，我这牙子戴起习不习惯嘛？不太习惯，慢慢走的。就是你，人家说要江西过把油才得的行啊。坚持你自己坚持的，要过把油哈。这个牙子戴起以后直接脱相了哈，现在看着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哈。现在在那趴过的，慢慢个。你火量就爬上哦，you
铁板的铁板啊，我小人哈，嗯，下锅以后几十秒就回了，点个鲍鱼啊，非常的爽口弹牙哈，这个毛肚就一定不要煮老了哈，煮老了就不脆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把我也喜欢互动社区观众们，我是阿明，我是我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个拜。